这猫现在是长本事，你看看它在哪里呀、啊？吃大蒜啊，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哎，现在纸箱也关不住它嘞，它自己会跳出来嘞。嗯，有没有老鼠？去看看有没有老鼠啊？今天林香香自己跑出来玩的，玩的可脏了，怎么办呀？嗯，你看啥都能玩在一起。嗯，太脏了，哎，太脏了，浑身都是脏兮兮的，咋办？这澡都白洗了。我说已经买了两个新的，把这个旧的给扔了。你看，他今天非得出来玩这个旧的。新的不好吗？新的不要玩吗？啊？妈？耶，都打招呼，不打了。话痨。哎，干嘛？能不能拍拍的？能不能？能不能拍拍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上水水洗澡澡好不好？脏死嘞！那小猫咪这么脏呢？太脏了，你看，洗澡澡好不好？打呼噜在这里，啊，洗澡澡行不行？啊，脏死嘞，一点都不给爱干净，太脏了，你看看，太脏了，哪里这么脏的小猫咪？别针怎么眼泪都流出来了？咋回事？啊，小小公主老凶了。行不行？能洗澡澡，上水洗澡澡好不好？好吧，稍微比较惬意的。嗯，香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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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来越皮了，本事也越来越好。啊，胆子也越来越大了，自己出来玩玩了。超胆了，看到陌生人他就逃，对不对？呀呀呀呀呀呀！干嘛？干嘛？看皮的呀呀呀！正要出门，结果回来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